我就搬出来这边了。不过，哎呀，我发现我录这个我一定要看这里，因为我的摄像头在这里，所以我看着我这眼睛，没办法，第一次露脸嘛，是这样咯。可是外面的天。这么激昂的，哇老喂，要下雨啊！没关系，我们快点把这个拍完。风很大，风这么大了吗？哎呦！没有啊。还在里面呢，确定这个适合，确定这个子弹适合。那好像不适合了嘞，大那么小，我天，我们一目均衡啊！子弹这么少，那么不是，这子弹这样小了嘞，我已确经定玩打得过到了。嘞？什么嘞？这个时候看到油嘞，打一下扔掉。啊，你在眼底下？你咬你半奇久了。怪的，我一天那两条在那嘞，我后悔还来家看了。到一米哇，看不到啊，看到啊。我看到一粒粒，有一粒，它是那个云云上面。老李听，啊，还有这里面的两个，为什么？喂，你听没？为什么打不到？哎，不，为什么撞不到？唉，马虎一点。啊，所以这下操，不下毛毛雨了，没有打到啊。不过至少我看到了，是糖啊，好了，哦，雨里，对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就记得点个赞，然后还有订阅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你们想给你们看的朋友看看一下，那就分享给他去，就可以分享过去。好，现在就拜拜啦。那给你们0.5秒的时间，给你看我的真身。僵尸，妈的！好像放一次过放很多个，不可能的吧？如果一次放很多个散弹枪啊，不是信号枪啊，散弹枪。其实啊，这信号枪是做美罢了啊，它的形状罢了，的外观呢、欸。是。今天都给我拍掉吧。好了，够了。